静静的喵喵，今天要教大家运用简单的七个和弦，就可以弹唱出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哦。张雨生的《天天想你》，那是哪七个和弦呢？首先前面五个和弦是我们平常比较常用到的，所以应该大家都非常熟练哦。第一个和弦是 C，第二个是 Am，第三个呢是我们的 F。那接着呢是我们的 G 和弦，然后接下来是 G7，那最后两个分别是 A 和弦以及我们的 Dm，就是以上这七个和弦喽。那拿出你的乌克丽丽，跟着荧幕下方的和弦图，一起来跑一下这首歌吧。当我伫立在窗前，你越走越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